OK，现在我写了一个控制计段显示器的程式哈。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零的状态。OK，那如果我把它切成一啊，这个开关直播开关第一根，然后我把它切一下，它会变一。那如果第二根切了呢，会变二啊。OK。那第三根切了会变四，第四根切了会变八啊，所以我用这四个直播开关去控制计段显示器。那我如果第一根和第二根切了啊，因为它是0011，所以是三啊。那如果是0011就变七的哈。啊，1111呢？因为它超过十、超过九，所以它就不显示，就全按掉。OK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用直播开关控制一啊零，一开始零一，然后呢二，然后三，接下来呢四，好，再来五，六，七，然后呢？八，最后是九啊，那超过九以上呢，就按了啊。这是我们用直播开关来控制计段显示器的结果。